真的醉了。醉了，真的醉了。你们根本就没关注我的微博，我发的什么你们都不知道。我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你们也不知道。居然还在问，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块眼镜。你们问出这个问题，我就知道你们并不关心我，所以我也不想解释。你们都不关心我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？你知道？别笑，我贴了个创可贴，我这中间是空着的。你看我多拼啊！为了给你们直播，我画眼妆，画一只眼睛。不关注微博，那你就去看啊。心了，我看医生了呀，看医生了，开了药了，开了眼药水，然后还有药膏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眼睑炎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说我问医生，你知道吗？问什么？我说能不能快速的好？他说不行，这个还是要等他慢慢的消炎。然后最后呢，等他消炎消肿之后呢，看他会不会起一个那种颗粒状的东西，然后里面呢有脓，然后那个起颗粒状，如果起颗粒状，如果就是那个炎症消除了，还有那个颗粒的东西，那可能到时候还要就是割一刀把那个脓给挤出来，好吓人就。现在就是还没消肿，根本就还是肿胀的，很恐怖，怕吓到你们，所以就把它粘住不让你们看了。然后这只眼睛也没有戴隐形，也没有化妆，所以就用那个创可贴把它贴住的。抽奖啊，对啊，抽奖哦，对，我们先把任务给完成。上头的，但我想着，哎呀，我都跟你们直播了，不开镜头不好。我说，哎呀，我哪怕化妆化一只眼睛也是化嘛，嗯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样样样样样样样。这两排吗？哎呀，我今天我拍照，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。想不想要呢？因为今天我还准备要跟你们抽奖，因为周末又到了，准备了两台华为手机，华为 P30， 还是上次一样的颜色。但我今天是独眼墨，哎，独眼墨拍照你们会要吗？你们会不会嫌弃我呀？我不开摄像头，光看脸的话，你们肯定要一直问为什么不开摄像头，开摄像头。我想，哎，管他的，就开吧。那我就把这只眼睛挡。我戴墨镜，那不是两只眼睛都挡住了？那你们就更会觉得奇怪呀！直个播还戴个墨镜，装什么装？对不对？哎，主要是把这个三次抽奖给完成了，不要抠不抠的，抠不抠你心里没数吗？不要说出来，谢谢。戴个墨镜不要。我戴个墨镜，别人就会觉得更奇怪啊！你干嘛两个眼睛戴个墨镜？而且我换了一只眼。唱个你是我的眼，好吧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。我觉得，哎呀，简直是太平了。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眼。效果吧，这个就是一个露腰的小衣服。
叫什么？独眼我还在这么卖力的秀我的才艺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哎呦，老爷爷的牙呀！恭喜你中奖了120余次，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哎呦，还是有点痛的。怕吓到你们，没办法。唱个歌好不好？准备跳肚皮舞，哎，你们期待着吧，期待着有一天给你们跳个肚皮舞。哎，我知道那个 iPhone 出新款了，下次买来给你们送嘛哈，下次给你们抽，不着急，也不是没有机会的。手机新款就是一直都在出的呀，一款接着一款的呀。你们想要哪种型号啊？肚皮舞，你当真了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贴这个创可贴在这里，很影响我唱歌。他就一直扯着我的眼睛，然后眼睫毛这样一睁一开的，就会扰乱我唱歌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的烦，所以我就唱的不好，就感觉被分心了，没办法。谢谢天天开心最开心的姐姐哟。这样切蛮好的，我就一直这样好不好？假装这样挡住你们，这样的话就感觉很重。哎呀，一只眼睛这么美，怎么回事？肿胀，所以就把它贴上了，还没好呢，所以长针眼了。但是我这个针眼呢，就是特别的夸张，我之前从来没长过这么大的针眼。哎，不戴墨镜，戴墨镜显太装了，不要，先回到上海。哎，就这样吧，你们就不用那个了。嫌弃我，这不是嫌不嫌弃的问题，我拿掉就是不好。噔噔噔噔，我没有摸眼睛呀、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小时候听说长针眼是因为偷看了别人洗澡。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偷看别人洗澡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在我自己洗澡的时候把眼睛睁开了而已啊，难道就是看自己洗澡也算是偷看吗？那我下次是不是要把眼睛闭上了？看自己洗澡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吗？哎呦，不要让我笑，不要让我笑，别让我笑，你们这些人偷看自己算不算吗？因为我洗澡的那个对面就是洗澡镜，下次就不能，下次我洗澡的时候这样洗，眼睛闭着。说到偷看洗澡，你就不困了？我的天！你也太真实了吧，兄弟。那你感谢我把你给叫醒了啊、哦，把你给那个叫精神了，你一下子就不困了，睡意全无了。一说到这些睡意全无，好可怕。我会快点好起来的啦，
这个就是不能着急，我现在就是会在涂药的，而且我会早睡的。我今天也是，就是过了12点我就下播了。我昨天睡得可早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11点多钟我就睡觉了，因为实在是痛得不行，我也就是做不了其他的事情，然后就特别难受，我就想要快点好，然后我就，哇，我真的就是特别的准时，就早点睡觉了。我生活中感觉就慢慢的调整回来，好开心哦。然后这两天我吃的特别清淡。锵锵锵锵。然后这个呢？是极光色，哎呀，那个东西掉了。极光色的哟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也会送上我的祝福。虽然我今天是独眼墨，但是我也会拍3张照片和一个祝福视频在里面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来录一下啊，拍拍照。我这个拍照你们会要吗？这是 Stanley 的飞机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哦，中奖的小伙伴。经常开着吧，第一张是这个样子，谢谢 Stanley， 非常的委屈啊，哎，感觉非常的委屈，我有这个我都不知道拍什么动作了。哎，第二张是这样，这样。一张什么嘞？再来一张什么动作呢？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先开始抽奖吧，然后我再录个视频在里面。是抽这个手机，我再录一个祝福视频哦。祝福视频，我要说什么嘞？我要说什么？你们想我说什么？哎，我怎么又拍了一张，多了一张照片，好气哦！这是买三赠一吗？眼睛眼睑炎了，所以只能这个贴上创可贴不让你看到，但是我的祝福还是很真诚的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然后呢一直支持我的直播，然后一直听我的歌曲哟，我们一起加油进步，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哦。你看我就是免疫力太低呀、啊、然后感染，然后还有就是内分泌各种上火，然后导致眼睛发炎了，希望你以后身体健康哦。送了一段很真诚的祝福，因为就是自己，哎，我的眼睛眼睑炎了，所以只能这个贴上创可贴，不让你看到。哎，这个反正就是很日常的一段，就是一段那个一段讲话了，哈哈哈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参与抽奖，一张漫卡就可以抽了，就是这一台华为 P30，然后里面有我的祝福视频和4张照片，嘿嘿。现在开始抽奖，奖奖奖。你们笑啥呀、啊？我这种视频都是就是即兴的，就是当时当下的那种。你们为什么会笑？这么真诚，这么真诚的视频，气死我了！谢谢 A 姐姐的办卡，啊哈哈！谢谢大家的办卡，谢谢大家的小飞碟。你不要这个视频哦。我好伤心啊，有个小伙伴我看到了，他说我不要这个破相的视频。没事，如果你中奖了你不要，你可以在备注中奖栏备注请听我删除这个视频和照片，我也会给你删掉，会尊重你，好吧。哦，不会，你自己拿去删掉不就行了吗？去看那封的小 S 的金卡 CC。
我唱个什么？唱个，我不能唱得太高的，我怕太高等会儿把这个创可贴给震掉了，然后一下把你们吓到了。嗯，大半夜的，我不想你们等会儿做噩梦。我是真的就是没办法。我如果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平时我有点发炎什么的，我还是在那儿化妆，还是就是为了直播，就是让你们看得好看一点的我吧。但这个真的我不敢化，因为我看了医生，医生就说千万不能戴隐形眼镜，千万不能化妆哦，不然又感染了。行，那希望你们中奖吧，各位美女帅哥。眼睛就是长针眼了，下次我洗澡就是眼睛闭着，可能是因为我洗澡的时候眼睛睁开看到了自己吧。我今天下午去录音，然后有一个录音，然后呢，然后音还蛮高的，然后一直唱一直唱，然后呢晚上我不是回来这么晚吗，录完音然后就去谈事情，然后一直说一直说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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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一直都在用到嗓子，怪不得我刚刚唱歌也觉得，我本来是以为原应该是开嗓，但是结果是不是开嗓，也就用嗓过度了，就是有点哑了。你们拔觉得吗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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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受。我马上接着就是在。马上接着我会抽第二台手机，不要着急，我还有一台。今天我会抽，两台华为 P30 哟，都是这个极光色。然后等会我会重新拍三张照片和祝福视频在里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独眼，我跟你说，独眼墨的那个祝福视频会更真诚，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以后就不会有了。对呀，选什么？我。好的，慢了点。哇，谢精彩 ，Bravo， Bravo， Bravo。所以我唱一点低一点的歌吧，唱个《你是我的眼》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卡通，然后就是没有那么血腥。包纱布感觉就是啊，像受伤了那种。更给你们一种心理暗示，我这里啊受伤了，很难受。这样的话，我怕你们心里会觉得不舒服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是谁呀、啊？恭喜你发财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恭喜小 S 中奖了。我要再发起一次了，我再发起一次啊，在这里我会新抽一台，然后这一台呢还是我会再照三张我的照片，照三张照片在里面。你们想要我摆一个什么 pose？ 我这个样子摆什么 pose？说我现在给你们摆，我这个样子，那个好不好？好像个猪。下巴什么不是麦克风，用手做望远，这个不错。哎，哦，我觉得你们好有才哦，用手做望远镜，你看我这个。谢谢大家的飞机哦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是绝版手机，因为就是以后没有独眼墨的拍照了，以后都是很正常的两个眼睛，两个眼睛，说到了只有一个眼睛。
看的。不难呐、啊，现在不是还有机会吗？这不是又有机会了吗？是吧？还有什么？居然有点好看，我本来就好看，我一直也挺好看。哦，是要这样。这张好美，对不对？没有对到焦吗？哎，这张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这样看着就是像我只是挡住眼睛，并不是 独眼墨。哎，再录一个视频，录一个祝福视频。嗨 ，Hello， 我又来了。哎呦，我怎么还眨眼呢？我的天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因为眼睛就是长针眼了，所以只能贴着这个可爱的创可贴给你录这个祝福视频。希望你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要注意面部清洁，然后呢，注意就是不要上火，然后。不要熬夜哦，保持身体健康。要我们一起健健康康的，加油！我怎么每次录的都这么蠢呢？健康幸福一辈子，希望大家。什么鬼？谁说我没洗脸长针眼哦？